74号。哦，对，它等于说要疏解国道一号的那个压力啊，像你切到另外一条那个道路去啊，就不用再从那个中清交流道下去再切换。我们都还有看到那个捷运，就是绿线，对。开起来。热。这边交易厅。这公用的。对，就你可以带朋友来坐啊，哇，聊天啊。他们好像就是说，是不是要预约的话，也是有他这边的设施可以用的。这边有设施啊，有吧台你可以使用，他肯定要跟那个先预约，要先讲。对。就是可能是家庭要用，对你可能想要用一些手摇饮什么的、啊，泡咖啡啊什么的、啊，来这里招待亲友的。有的可能是想说不要把家弄脏，就是预约这个。对啊。可是应该也要付一些清洁费吧？会吗？用你的。他这边是晒衣场。哦，也可以去的。嗯，他这边是那个、啊，这边都是那个、啊。这室外烤肉的，室外 BBQ 啊什么的、啊，哇，那这么高级。那个男女厕所，哦，游泳池，这是烤箱。那里啊，他们那一栋。是烤箱啊。那里啊，那一栋啊，那一栋。那里啊，看得到，是、啊、就这栋啊。就他。在隔壁而已啊，三楼还几楼？他住他三楼，他住下面的，那也是豪宅。22啊，他那是很挑高的啊。那条住这个豪宅、欸。可是我觉得以食材来讲，这边你看到这边的公社的食材很少。他这是丁润，三温暖，蒸汽啊，蒸汽。那烤箱这个是丁。这空中游泳池啊，现在没有开了啊。它水都放低了，那没有盖一个什么东西的上面。没有。这夏天可以来游泳。对啊，这好像无边际泳池啊，这样子看起来这样。那晚上这边夜景很漂亮啊。夜景应该旅客都看过，都拍给你看。哎，有吗？你有看过吗？就是好像有一些。我有拍给你看过。
好像有一些，可是我 不知道是哪里。不是哦，就有一些是这里晚上是这边的、哦、大渡应该在这里吧？至善国中，那条就是那条有没有逢甲大学那个路啊？那后面那个就是逢甲大学啊，那边不是一堆那个树、哦、花花草草的吗、啊、那个就是校园，他这边其实很多都是逢甲大学宿舍啊，都租给那个逢甲大学学生啊，啊那个那一区下面几乎就是那个通通在里面绕来绕去。这个是那个水南，哦那个是一个桥、哦、那边有水南，有一个中央公园，中央公园水南的话比较大，是跨越中央公园在这里啊，你现在看到中间这个一直这样子过去有没有？中央公园是这个长长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个叫重化，是水南重化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水南经贸。对啊，水南经贸，这边都要盖起来啊。但是它的范围就是比较长，会有到北屯。你看这栋大的有没有？我们等一下去吃饭会从他对面，会走这边。这条河南路啊，这样一直过去也很热闹。那边不能去。哦，是那边是那个啊，是那个晒衣服的、啊。晒衣场。就是刚那边下去有吗？哦哦，对啊，绕一圈啦、啊，绕回来。就是我记得本来是放几个可以躺的这种，对，它变成看着变成本来是有可以晒太阳的斜躺，对啊，现在变成不知道。那不知道扛到哪去了，可能收起来了。躺坏掉也有可能。有可能躺坏掉。躺坏掉。那反正是好多张啊。有4张，3张。不见了。现在有还剩一张。都还剩一张啊，哦，可能坏掉了啦，它那个都会坏掉啊，就烂了，因为还剩一张啊，风吹雨，反正放在这里，对啊，坏掉了，谢谢大姐，开灯了，来到那边，大景第一排，哦，开灯哦，都开给你看哦，哎、欸，东西不要掉，泳池就要小心，哇，那边还配合一点那个。晚霞哎，不用，不错看哦。哦，好，可以倒影啊，好看哦。哦，它配合那个游泳池还有倒影。哇，七夕大景、嗯！哇，这两个百货公司这边看就好明显了、哦。嗯，这个霓虹灯啊，就很。对啊，红色的啊，那个，哎、哦欸，开灯了。嗯，它开灯了，自动的。大圆柏跟那个星光三月。还有。打电话给他们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忘记结账。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坐在那一桌？”我说：“对对对，忘记了，我转给你。”好笑、哦，他跟我们说再见，我靠！哦，哎，哦，谢谢你，再见。
好吃，我妈想吃就爽。新东宝碰到这种店哦，以为他们也没生意了。他开了，成功有卖。可是疫情的时候，类似这样，疫情之前他就倒了。疫情一开始他就倒了，然后那个空很久，然后后来就说现在就是今年初就是。买两片还不错。老板，房子太小了，比较大，比较大。怎么有这么大的？翻面的，对，很厉害的。珍珠宝就给汤了，然后给那个饮那个可乐，就这样。就可以一直去拿。没有这些是？没有了。面包。没有，没有，珍珠宝没有。有，他会给你一颗，就一个，对，就一个而已。他放你桌上就没了。要不要挡一下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啊。哦对啊，我不能输啊。不错，不错，这是鸡腿。你的还没来，你的是什么？我就是鲑鱼嘛，鲑鱼，鲑鱼它量很少，再加一百，又再另外一种的。哇！这很多炸的东西哎，蔬菜。哦，未来可以吃这个蔬菜拼盘。都是这样。我也是喜欢加的，内行内行。对，可以哦，不错。
冬天在竹北也有这家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在竹北吃。竹北那间好处就是还有富田车厂，对啊，假造云台就是这一个。哇，这鲑鱼啊！上面对啊，哦，他在上面看景哎，我是看到他，有啊，对啊，他看景，我们在看他，他也在看我们。光，然后我们到对面去。哦，这边有水。对，本来有水，现在没有水，现在没放。很多人是借着水到两年前是这边台中停水，就是之前就是停水、啊、有一年都没有下什么雨，没下雨、啊、冬天没有下雨，台中这里雨很少，然后到了三四月就停水、欸、走啊，进来晃一下，可以进去啊，可以啊，要收费啊？不用啊，不用，除非你要看歌剧就要收费、哦造型设计成这样，对对，它里面，它外面是那种造型，里面就是这种造型。新复发，这也是新复发的建案。有吗？这我们刚在我们家楼上有看到这栋啊，很高。哦，对啊。他那个疫情的时候，有几栋 landmark， 就是都有什么台中平安啊 ，stay home。对，这栋就有跑灯啊，台中平安，疫情的时候，台中加油。嗯。因为它这种都是高度比较高的，楼层比较多楼。
里很像那种那个仙境或者童话世界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像一个一个这种造型啊，很可爱。哎，我们上来到这里六楼，又离这个大楼又更近。我靠，那上面很通透哎。对啊。那上面我觉得它上面好应该是那个公社，是公社。对，很通透。很通透。嗯，很通透，是公社。这是公社。所以那上面不是王，是公社。哎，它这个圆的，这个包干净。哦，这跟他们很近哎。哎，流线型的建筑不好盖。嗯，不好盖。我不知道这样怎么拍到，那个怎么办？等一下，都可能光不要照，上去自拍。它这有夜景人像拍照。嗯。拍照。人像啊。叶子，那这个可以有这个叶子，可是刚才很多可以讲。那怎么自拍？叫我们两班，我们三个被锁在上面，救命啊！哦，四哥，你那个我们在这再拍一张。哎，你看这里可以调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你是对着看，你看有很多。一定要注意到哦，6:07的特别查和进站呢，像旅客一旦听音的一台查查的，好按照音的台风的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train number 684, bound for 99, is now arriving at platform 2B and will depart at 2100 hours. Hold on when you board the train. Thank you.5000万原来那个特别只还钱加利息，不让你进。那5000万就只给少数几个原始股东以及现在的居民。好，所以跟那这个居民给加上了。几年才几万块？是做了好几年了。那你的股票也不算，就这样。那我们等于是这种拿现金。超过没多少，万块吧。
对，你们路面。你跟我手机一样。